我这个三不该，咱们事儿。回合之后一阿图俩对架。对。他进化我看一下，就是你这个英雄对线不要挂我身上。三秒内，三秒内就其他英雄给你挂控制的话，减少百分之十。你说啥？控制时间。你对线不要挂我身上。 OK， 我知道，进化的话解后续控也挺关键的。就瑞兹他本来能控你一秒，你进化用完他能控你0.435秒，解得很快。用完进化后续三秒，韧性很高的。他打中，我知道。我这波其实不 A 他。 哎，你放票在上我这。你地学的 E 你在给我说什么？这怎么都得A的。你地学的E，你在给我说什么？你地不学的E，你在给我说什么？你学的E，你能给我锤死啊！哎，控完了。控完了，那是一个办法。怎么办呢？控完了。 应该是在上半野区。你先把你给我滚！再下！哎，没必要再用了，他没控完。啊，我这个血量我不敢下去了呀，是不是？这，你可以往中蹲一下。 哦，我没闪呢，能来吗？哎呦，伤害少一点点，能把这瑞兹杀了。推一下线，推一下线，推一下推一下。老师没学W呢还？ 没听到就算了，没事没事。帮助他，不救助他，都行。哎呀，这波伤害估算的有点问题啊！这波闪现有点亏，没杀到。分析路径中。 是有点可惜，伤害不够。其实我刚才该追着 A 的，他回头。哎，来人呀！往前移！哎，我操！你来大了，你来大了。知道你是靠车的。 你要不必的话，我就卡了。要是不要必的，就是不推完留一点。不是你控不准他，他一回线，他你这波线都吃不到了。他一回线一推，你这波线全吃不到。我这没进化，感觉不要压这么深，有点容易被蜘蛛打。不行，我这波回家就。猜到了，蜘蛛正好。刚才在 A 塔的话，蜘蛛正好就包后了，一直到现在。其实没闪没进化的话，被控到了。 OK，上好。休整。他应该往这儿放眼了。应该要放。
来，不下来。你等一下。兵线进城了呀，还等？尽量的去丢一下打不进的，杀是不太好杀。消耗点血量吧。我是第一个现身的。你在装什么？木木，这个蓝让吗？不是，敌方打不打我？我有奶，他们没奶。哎，我操！哦，蓝被反了。有奶，他们没奶。进化是不是解的有点慢啊？我说是吧？我说实话，解不解这波都死，只要这波往前压就死。分析路径中，压宝玉了。可以啊，猫咪拿两个头。这把猫咪其实可以出个干锅的，对面控制有点。啊，我肯定要出干锅的。我下边我说一下，让哥给我直接整干锅。可以，你先把月食出了。这日子不见了，你们小心点，尤其是上路。可能会去抓上，可以开车过去。感觉你俩有点危险。又知道了，又知道了，能杀吗？战争之力。他没看到，让他回。没闪，没闪是吧？没闪 ，OK OK OK。不闪了。哎，我这波太难了。你去中这波。别吃了，别吃了。能杀他就干。往脸上一弹，杀了我了。这诺手真贱，闪现的距离都不给我。我在这么晚，我这把对呀、啊，今天因为晚上打的会。要么改进，要么被移除。最近这段时间都有时间打号，兄弟们，你们要想打号的话，可以加我微，最近打号有优惠的。你们要打号的话，随时跟我联系就好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吃到经验了，还是？不是，这诺手挺贼的，我本来想闪现 E 的，他不给我巨人，直接送我。我闪现 E 都够爆了。但是我不耐烦。瑞斯不见，你小心点。再下，再下，瑞斯，小心月。走，EJ 猫走，我推线了，我不去了。你就能待就待，待不了就走，别被月就好了。他们俩应该是要拿的，我要送的。他俩应该是去拿的。我也不知道，你为什么经常上呢？我操，打他怎么也不一定打得过呀。刚才不该越那个诺手，瑟雪阿诺手回了个毒。完蛋了！啊！别下回都别一连打。这个诺手好像把我们拦反了，好像是。啊！等，等我，不着急。你死了呀！我操 ！Nice， 好玩，漂亮。这波起飞起。哎，诺手，上路。
走走走，你小心被包，赶紧走，这次可以包你。我毙了，我毙了，你吃还不了。过几天解封了找我打，可以可以。几分钟没看到，然后又也是，下路被搞了一下，没事没事。下路那波越塔有点强，下路是被搞了。这把本来也就是靠冲的，这把赢了点在冲。这把发育很足，哎，我在，可以可以留，可以留。上不了吗？我到了，我到了。互相反的，不打先锋吗？蜘蛛在下，你拿吧。下路。拿先锋破一路。这蜘蛛、劣质都在下，随便打，一个人随便打。可以来中放，可以来中放。上路我能踢掉。先给木木一个血。上路就发育就好，工资就好，月资什么70刀什么的，60刀，被压的呀，被压刀了。跟我对线是有压力的。就正常1v1不掺杂打野的情况下，最起码压一半刀是正常的。插翅难飞。不加速，有R吗？能来吗？有来！我点上吃我都在。哎，过来接一下猫，接一下猫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打！跑也跑不了了，没办法，打吧，不打也是给他白打了。刚才吃蜘蛛 E 了，不然我全能操作的。蜘蛛在那边，哎，怪我，走的有点小吃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打诺手先杀诺手。
哎呀，难受啊！哪里？没办法，这波拉扯极限了。这蜘蛛伤害高，蜘蛛伤害就是爆发。七杠一暗夜的，对我打的灵活，打的段位都不一样。今天基本上也是五。形态决定功能。对面的蜘蛛玩的挺好，直接这还叫了个闪过来，留我的。哎我操！这两把打野都出挺厉害的，会干。哎，你打野会皇子吗？这样倒是也挺好的。下路我可以来，我可以来。小带吗？这蜘蛛？没事没事。来来来，我草里面蹲下，他可能会给 E。拿着，可以过瘾，我在后面。我到后了，我到后了。来来来。杀杀杀杀！哎，蜘蛛蜘蛛，木木小心，走走走走走，完了。我再靠，我再靠，慢一点，我再靠，我再靠，快到了，他全得死。他真怕这个。哎呦，他选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吧。走了。嗯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出个女人，出法穿棒是吧？倒是也可以出名，出名要无敌。但是那诺手好像在做自然之力。我能来，我能来，摸我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走，你走，点爆炸过去走。走不了了，走不了了。他俩对自 EW 是我们。他们老是不长记性。后期打不了四个半 AP， 没事没事，能打能打。我这把点了个一中伤，我点真实伤害的，点了真实伤害。谁打我？诺手打了我一千三。我感觉我得做个女妖啊，没打是吧，不要了，我不要你，他就弄他一会儿弄手自然遮蔽出来我打不动，不要你了，有进化就行。可以在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在我在在后面。欢迎七段。哎，其实等一下，等一下可以给你们播一下女鬼桥，你想看吗？哎，嘿嘿，我操！好难，我在我在杀他。其实我们三个可以偷大陆。默默有 W， 百分比的 W。我是没蓝 buff， 有蓝 buff 可以。嗯，去拿个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拿个蓝。没蓝不好偷。这
我才八十分，好惨！不偷了，不偷了。不好偷。我那个没有用的。哎，猫咪干锅有了是吧 ？OK。有了有了，那可以给我解个咒。你直接出本书吧，等一会儿就买。出本书吧，反正忘出来。出本书是吗 ？OK。对对对对，你有经济你就出书吧。嗯，你先出个小戒指。来，等一下。欢迎秦毅、薛阿明，欢迎杰克蒙。把这蜘蛛宰了吧，等一下，你等等一下，我就加速你一下，就加速。哎，我他忘给你解了。别打别打别打！我可以来上了，等一下，我跟猫咪在等。你没熬是吧？我有进化，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。交闪！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给加速，给加速。给挂我，挂我，给我加速。跑不掉了。可以追，可以追。接下日子，我们把大龙拿了吧。来来来，上单来，上单来，我们打大龙，我们打大龙，上单过来。木木 W 百分比打龙很快，入手自然之地。大龙拿了。羁绊送的荧光棒，谢谢羁绊，谢谢土豆片送的荧光棒。直播，对啊对啊，今天晚上播一会儿吧。欢迎临靠窗的坐，来了来，可以上可以上。猫咪一双杀，我操！我是打工仔，可以可以可以杀，我加强。我加速。好酷！你是我把他埋起来吗？哎，蜘蛛！不行，不用放大，杀不死我，他秒不了我。我再靠，我再靠，塞恩，塞恩，能开吗？能开吗？没有打过的吗？对面受不了。疯了，大佬！
也只能理解，身上4000多块。